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22页，722页，第六行。慧疏曰：“是则第十八愿成就，亦不终归也。唯在于斯。所以者何？虽四十八愿皆殊胜，以念佛往生为最要。虽一一成就皆难思，而此成就为不共，故诸佛赞叹。”会所里头告诉我们，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？那把这个语音源说出来了。四十八愿，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。那底下这两句话说得好：一部终归，这一部就是一部无量寿经。一部无量寿经的终归，终是主要的意思，遵从的意思。啊，一部经就归这一句话。第十八愿是什么？生念必生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无量寿经无比殊胜，就是在这一句生念必生。有人给我们做样子。前些年刘素清他给我们实现念佛是不是真的生净土？他念多久呢？一个月。他的寿命还有十年，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来试验试验，第十八愿是不是真的？给我们做出来了，让我们看到了。啊，那么在最近，我们说农历是今年啊，历迁故城杨红梅居士的往生40天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称赞呢，
就是这个。啊，这个太殊胜了。找不到第二个人，找不到第二家，这是我们必定要认识的。啊，下面为我们解释，所以这和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。虽然48愿皆殊胜，愿愿都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，那个时候是法藏比丘，是法藏菩萨，啊，他的大愿是想普度设法界苦难众生，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请教，啊，修什么法门？怎么个修法能满他的大愿？啊，佛非常高明，叫他去参访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，他用了5届的时间，很长啊，大戒了，不是小戒。然后总的戒除48愿，啊，诸佛如来道场殊胜的他都记住了，极乐世界全有，十方世界有一些缺陷的地方，极乐世界全没有。那所以他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的大乘，集一切诸佛刹土的精华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圆满自信的呈现，没有丝毫欠缺，所以十方诸佛共赞。啊，如果说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一切诸佛是平等的。啊，可是谈到愿呢，愿就不一定平等了。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阿弥陀佛能做到的，一切诸佛都可以做到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可是一切诸佛没注意，没想到啊，阿弥陀佛他有意，他去考察，他真正把它落实了，这个太不可思议了，值得一切诸佛赞叹。啊，那么这个成就，其他的成就跟诸佛共同，这个成就一切诸佛没有，没想到这个问题，所以诸佛赞叹，闻彼佛名，啊，这一句
念老用教行信证上文字来解释。教行信证是日本的法师，金宗的祖师，非常有名的著作。也是为我们介绍弥陀净土啊，这里都说言文者啊，文笔分明啊，文的这个字的意思，众生闻佛愿的，怎么会闻到的？因为诸佛宣说。诸佛介绍啊，我们能够听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的啊。世尊要不说，不给我们介绍，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头一个要感恩的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因为他的介绍，我们才知道有这桩事情。这桩事情，我们可以做到啊。佛一生讲那么多法门，未必我们能做到。为什么？门门都要断烦恼，才能证菩提。烦恼不容易断呐，不说别的，讲最粗显的烦恼，最粗最明显的，你试试看，这个身见能断吗？从哪里断起？从这里开始啊。什么是身见呢？以为身是自己，身是我。你想想看，六道的众生，十法界的众生，哪一个人不把身当我呢？那身不是我，谁是我呢？什么是我呢？头一条啊，佛怎么说？佛不说身是我，佛说身是我所，我所有的。像这件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大家知道，这衣服是我所有的，是我所。佛把这个身体就看作一件衣服，这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叫我所。啊，那真的我是说，真的我现在我们忘掉了，迷了。啊，真的我叫自信，佛法叫自信。你看慧能大师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他向五祖做了报告。报告很简单，只有20个字。那20个字就是他的修行成果的证明。五祖听了，行了，一拨就给他了，给他证明，他真的开悟了，开悟就成佛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就成佛了。那虽然不是圆满佛，他是分正佛，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天台大师讲得好，
他把佛设为六种，叫六即佛，即就是第一个是讲离，离即佛啊，离即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从理上讲啊，啊，一切众生范围大了，不是说一切人呢。人当然包括在里头，啊，所有一切的动物，个个都是啊。比动物范围更大一点，就生物。宇宙之间，所有一切生物，包含细菌，他是不是佛？是啊。啊，慧能大师最后说一句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就是全宇宙，宇宙里头一样也没漏掉。从哪里来的？自信现的。华严经上说的：‘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’唯心所现的是一真呢。啊。”一切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是新鲜的，没有十法界，没有六道。十法界六道从哪来的？哪里来的？十变的，是什么？阿赖耶。那什么叫阿赖耶？现在我们讲一个很粗显的话，大家容易懂，就是念头。你会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它起的作用。啊，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。啊，这种念头变的。所以佛讲我们这个世俗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一真法界不是心想生，啊，是自信遇到缘，自然呈现。自信有影现不同，它影就没有了，不能说它。灭，不能说他灭，不能说他没有。他现象呢，不能说他有，不能说他生。影现是缘，有缘就现，缘去了，他就不见了。他在哪里？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我们通通在自信里头，没有离开自信啊。自信是真我，生不是啊，生有生灭，自信不生不灭。啊，慧能大师第二句，第一句说自信清净，第二句说的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本不生灭。啊，第三句说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样样无量。自信本自具足，不是外头来的呀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实变出来的，还是靠自信的。没有自信，他拿什么变？啊，迷了自信，就出现这些幻象。十法界幻象，不是真的；六道轮回幻象，也不是真的。
大乘教上佛告诉我们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了。啊，能够把这些事实真相、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叫智慧，这叫觉悟。啊，不明白、不清楚、迷在这里面，这叫凡夫。凡夫跟佛是一回事情，不是两回事情。觉悟了叫佛，迷惑了叫凡夫。啊，那么真相在自性里面，觉跟迷都不可得。啊，觉跟迷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方便起见建立的名词术语，叫名相。啊，所以名相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利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，那个东西会变十法界，会变六道轮回。我们现在把假象当作真的，真相忘得一干二净。问题就在此地。我们要明了啊。啊，那讲得最清楚，又简单，又容易明白的，就在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里头。那《无量寿经》经文不长，现在我们总有一卷。古大德趁这一部经为中本华严，华严说的细啊，过去我们学过，内容实在太丰富了，整个宇宙方方面面通通都说到了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，他老人家趁这部经，这是佛学概论，全部的佛教都在这部书里头，叫概论。啊，所有一切经都是从这部书里头的某一部分细数，好像一棵树一样。华严是全部的，啊，一切经是里面的一个枝，啊，一片叶子，一朵花，一个果。那么这一部经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古德称之为中本华严，啊，说明它的内容跟《大方广华严经》没有两样。华严神经讲的，他这都有。华严说的详细，他这个地方说的，掌握到总持的法门。啊，一两个字，一两句。啊，在华严上就是长篇大论。啊，好啊，容易受持啊。啊，还有小本的，小本就是《阿弥陀经》，便于读诵，便于修行。啊，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一部经，细讲，
六摄，六摄就是阿弥陀经。细讲呢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无量寿经成为中本，便日常读诵学习，这个经不能不读，读的遍数越多越好。遍数多了会开悟。自自然然就明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德相，道理就是这个。念多了，心地清净了，把染污，染污是烦恼。把染污啊练干净了，要怎么念法？念是方法，读书千遍。目的呢？目的是其意自见，就看我用读诵的方法。那么最善巧方便的，度了之后啊，要落实。落实什么？落实在清净心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无量寿经，除这个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叫功夫得力，有没有坚信？没有。为什么没坚信？你心上还有阿弥陀佛，还有无量寿经。怎样坚信？心里什么都没有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心里还有，那怎么行呢？你成不了佛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你可以到极乐世界啊！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到了极乐世界，再把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放下，那就入常寂光了那什么法身如来了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有不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一片光明；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有，那才是真我。身是假我，我们现在执着这个我是我，所以真我那种无量智慧的那个都不见了不是没有了，不现了，它这障碍要知道，这就叫染污。心不清净，清净心里头连佛都没有。一切法门里头，谁修这个法门呢？禅，禅是佛心呢，禅是最高啊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禅怎么样？禅心完全清净平等就，那是禅。我们今天修什么？我们今天跟禅是一条路，是一个方向。我们在这个世界证不了果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了。禅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证果。他就还要搞六道轮回，那个麻烦大
啊，早年念老在世的时候，我每一年都要到北京去个两三次，去看老人家，向老人家请教。啊，念老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修行成就难。啊，禅，他告诉我，有得定的，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，有没有开悟？没有，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虚云老和尚到什么地方？他在斗率天。亲近弥勒菩萨，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，他跟他一起来，啊，是弥勒佛身边的大弟子，像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舍利弗、目犍连一样，龙华三会，他参加这个活动，啊，是不容易啊，弥。修密的念老告诉我，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，是那个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的，那60年了。60年来，中国有10亿人口，学密成就的人多少呢？6个人。你知道多难？啊！但是修净土念佛的人多了，啊，不敢说10000以上啊，成千成百有啊，肯定有啊。他就教给我，一定要放下万缘。死心塌地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老教我的。那个时候我讲《华严经》啊，啊，所以我到85岁，这种年龄。随时可以往生的，不能说哪一年哪一月，不能的，随时可以去。啊，我就想到，我先清净平等就没得到，不容易。啊，身心世界。没有完全放下，那么要想成就，只有靠净土，只有此地讲的第18愿。啊，第18愿也要放下。啊，不是讲第18愿放下，也叫我们要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。啊，这个放下有两种，一个是事上放下，一个是心上放下。事上放下没关系，能放下很好，不能放下也行，最重要是心上放下。啊，往生不是这个身往生，这个身要丢掉的，灵性往生。不是灵魂，灵魂是迷而不觉，所以我叫它做灵性，觉而不迷，这就完事了。
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一切恶法要断，要断得干净，别放在心上。一切善法要修，认真努力去修，修好了也不要放在心上。总归皆在一句佛号上。我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，只有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除《无量寿经》佛号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保证你往生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修行，真正修行人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，眼看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，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起作用。啊，要怎样呢？看得清楚怎么样？不受境界干扰。啊，美好的境界，没有贪心，不会起贪心，没贪念。啊，邪恶的境界现前，也不干扰我，我也不嗔恨他。换一句话是，通通别放在心上。若无其事，那见而不见，不见而见，这个妙啊！这就是真正修行的，这就是真正用功啊！用功在哪里？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里头，在待人接物，这就用功啊！不能不知道，这真功夫啊，让我们自己得到什么？得到清净，得到平等，得到觉。无量寿经是经体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因。清净平等就生什么？清净平等就是化，开化。后面一定结果啊，果是什么？大乘无量寿庄严。这一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了。大乘是智慧呀，无量寿是福德了。啊，人有福，大福大贵，富贵第一德就是长寿。啊，寿命不长，有福也等于没有吧？啊，所以是长寿。啊，庄严，庄严就是极乐世界一宝珍宝。净土宗修因正果都在净体上。那人家问说净土修什么？修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平等心就什么好处？在好处在极乐世界。我们这一生寿命到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功德就圆满了。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，阿惟越之叫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啊，是真正弥陀弟子，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智慧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德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到那个时候，
我想大家的愿望是相同。会常住在长寂光中。啊，长寂光是自性，自性是一，没有二，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一片光明，啊，所以经常也用大光明藏来形容，啊，大光明藏。啊，密宗里头有修大圆满觉，就是大光明藏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到最后最后的目的地，就是长寂光净土，融入长寂光了。长寂光是一片光明，就像灯光一样。啊，我们这个摄影棚十几盏灯光，啊，每一盏灯光光光交融，融成一体，啊，融成一体，没有分别。啊，你看，虽然融成一体，个人是个人的，我们熄掉一盏灯，这光没有了。啊，打开了之后，它跟所有光融成一体，所以成了佛之后，样样圆满。为什么？每一尊佛所修学的，到最后融成一体了。啊，不会再分你的我的了，一切诸佛所修的功德，在我的心前全部能显现出来。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一切是多，多皆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连一多这个念头都没有。”啊，无念。啊，语言先起。啊，语言是什么？语言是起心动念。自性不起心动念，怎么会起心动念？一念不觉。为什么会一念不觉呢？没有理由。啊，一念不觉就怎么样？现象，现整个宇宙。好像我们一般人晚上睡觉会做梦，那梦从哪里？也是一念不觉，意识一念不觉就发梦。自性一念不觉，就现宇宙，啊，全宇宙，慧能大师所说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啊，没有想到自性能现宇宙，完整的宇宙是自性现的，所以见性之后，这个宇宙里头样样事情通通知道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！啊，真正明心见性人，他会说：“我什么都知道。”啊，先前事情知道，过去事情知道，未来事情也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。只有自性是真的，不生不灭，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。啊，自性变现的现象，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，一真法界有隐现不同。那十法界
六道轮回有生灭不同，一真法界没有生灭，有隐现。啊，我们的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，就在一真法界，断干净了，一真法界不见了。十报图不见了，常寂光图现前了。常寂光图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法身。啊，大经上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一体呀。一体，你能不爱吗？一体，你能不关怀吗？一体，你能不照顾吗？自然的，啊，关怀到极处，甚至于舍这个生命成就别人。啊，我能舍生命的时候能救一个人，我就舍生命去救这个人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我跟他是一体。啊，他活着就是我活着，是一不是二。那是什么人干的？真正明白人干的，迷惑颠倒的人他做不到啊。啊，他知道他是我，这身体是我。啊，明白的人知道是整个宇宙是我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是本来的，原来就是这样的。现在这个心量这么小，啊，小气，不能包容，这就是凡夫。啊，菩萨一个阶级心量比一个阶级大，到化身境界，那就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在这个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，叫我们很不容易理解，很不容易相信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同居土、方便土，通通是这么大的心量。这什么缘故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。不可思议，所以诸佛赞叹，闻彼佛名啊，这是闻名的佛愿。我们众生没福啊，在中国过去不说太长远吧，100年前满清末年，那个时候人还不错，虽然社会动乱了，比起现在来说，那时候人有福报。为什么？听到佛了，生欢喜心啊！什么原因？世世代代老祖宗教导我们，儒释道三宝。啊，不信的人也敬，
听到佛名呢，他也恭敬，啊，不信也敬，他有德行。啊，自己虽然不信啊，祖宗信啊，父母信啊，啊，亲戚朋友当中，外祖父、外祖母信啊，啊，舅舅、阿姨他们信啊，啊，他们信，做晚辈的，纵然不信也不能反对，为什么呢？不孝了。啊，他还尽孝道，所以闻道佛名都生欢喜心，都生恭敬心，这个社会就有福报。现在不行，丢久了，疏忽了。啊，外国人相信科学，中国人相信外国人，不相信中国人。啊，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位老教授写的。啊，题目是近代我们的教育啊，跟着西方走啊，这错了。把我们传统东西丢掉了。他写得非常好，钱穆写的。啊，提醒我们，现在逐渐逐渐，西方人对中国传统东西逐渐研究的人多了。啊，研究的结果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赞叹。啊，也学习。这是非常好的开始。啊，今天习主席领导我们，用什么领导？用老祖宗传统文化来领导，真难得。啊，我们从小把这桩事情疏忽了，课程现在要补出来呀！啊，这些年我们想到汉学，汉学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我们的心量要扩大，要救全世界。所以疏忽的这些东西现在要补习啊。啊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要常常拿来念念的。啊，补什么课？补四书初学的课程，决定有好处没坏处。要想扎中国传统的根，啊，行门的根，也就是道德的根。儒家是《弟子规》，道家是《感应篇》，佛家是《十善业道》，这是道德的根呐、啊，根之根呐、啊，啊，学问上的根呢？每一家都有代表的，啊，儒家的代表四书，
分量不多。过去千百年，中国人必读之书，从小念书，没有不念四书的。大概五六岁就开始念了。佛教的就是无量寿经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本子，它代表佛法。为什么？佛法的大乘、小乘、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它通通包括了，都讲到了。好啊。它是佛教概论，四书是儒家的概论，道家的就念老子《道德经》，五千也够了。那么就是说，中国人这三种书至少要多念几遍呢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。有这三个根，大致上我们的人生方向目标不会走错。方老师告诉我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可以享受得到。为什么要学这个？果报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就像孔子所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你学这个，你快乐啊，越是喜悦呀。学佛法，佛说常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心情愉快，一生当中未曾丢失，这个人的一生幸福美满，能得到，真能得到，你就把这两样东西学会了，你就会得到，不骗你。孔夫子得到了，所以《论语》把这一句话摆在第一位。为什么要学？学而时习之，习什么？你把你所学到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就会非常欢喜。习是落实。那么现在学术有没有研究古典的？有。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里头开这些课程，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希望到大学去旁听，因为自己学业没完成，我只念到初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以后再没机会上学了，所以非常希望能到学校去旁听。我找到方东梅先生，他老人家不让我去，告诉我这65年前的事情，这是现在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老师说的话是真话，当时我听不懂，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。老师真的看到我想学，所以就告诉我，你真的想学，
到我家里来。每个星期天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2个小时，他给我讲2个小时。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，感恩老师啊！要不感恩老师，我现在早就过世了。这一生苦不堪言的，没人教我啊！遇到这么个好老师，他愿意教我，我愿意学。啊，为什么老师说出这个话？现在学校，我以后在香港讲经，完全明白了。因为在这边接触很多大学教授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大学里面教的是什么？儒家所说的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”。没有实行，没有独行的，啊，换一回交给你了，不交给你怎么落实？不交给你怎么融到工作里面去？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你要不融入进去的话，没有智慧呀。啊，待人接物不会做人呢、啊、这学了白学了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提倡弟子规，我说我自己没有那种聪明智慧啊。我是人家打成一边的一个反应，啊，早年王才贵先生到香港来看我，那个时候我住在跑马地，啊，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在当年提倡儿童读经，我知道这个事情。我也非常赞叹，也喜欢。可是交流5、6年之后出了问题，啊，他来找我，就出问题。我出什么问题？小孩四书五经读得很好，很多能背诵，但是回家父母不懂，没学过，瞧不起父母。在学校里面，老师没有学过，瞧不起老师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就他来问我，我就给他建议，小朋友要从德行教起。啊，学什么呢？学孝亲尊师。所以我就提想到弟子规。啊，弟子规，学了弟子规，孝跟敬这两个字就学会了。孝以父母做代表，敬以老师做代表。小孩对大人都要懂得孝敬，这个孩子好啊，人人赞叹呐、啊。至于读经，啊，我知道。古时候四书里面，小朋友读经大概什么时候呢？10岁。啊，10岁到15岁，这个5年是他读经的时候。啊，3、4岁到7、8岁，这个时候。是教洒扫应对，教孝敬，是教行，没有教读书的。
那读书的时候呢，就是像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啊，《弟子规》这一类的啊，容易记。重要的是要叫他做到啊，读写啊，所以我在明了了。现在学校里头是博学多闻啊，博学多闻啊，也就是儒家讲的博学审问明辨，搞这个啊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，没有读心，没有教你怎么样用在生活上，怎么样用在工作上，没有讲这些啊，不讲这个，所以他不落实啊。这就是我体会到方老师当年教我跟我说啊，到学校去旁听会大失所望，我就明白了。儒家这五个层次是不能少的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落实。那不落实不等于零吗？啊，所以老师在家里教，学生就我一个，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讲了之后啊，会教我怎么用啊。那叫修行呢、啊。修行就是落实啊，修是修正的、啊、行是行为。我们念头错误了，把念头修正过来，修正思想行为。言语说错了话，修正过了，叫正语。身体做错了，修正过来叫正心啊，身口意三业依照这个标准的修正，这管用啊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把它当作学术，像画品啊摆在那欣赏的，不是，是要踏踏实实去做到，这就对了啊！所以我一生感恩老师，一生感恩父母啊！父母非常辛苦，那种辛苦现在人无法想象啊！把我们养大啊，我只有弟兄两个人，真难得啊，我在战乱的时代，先到台湾啊，然后是周游列国，居无定所。啊，共产党对我有恩呢、啊，因为我们是贫穷，啊，真的是没饭吃，真正是无产阶级。啊，共产党培养无产阶级。把我弟弟送到，我弟弟是念初中啊，高中毕业把他送到复旦大学，复旦毕业之后在复旦教学，啊，所以晚年生活过得不错，那是共产党给予的，
我们一家人感恩的。啊，那么今天大家都重视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怎么学起？要认真学，光喊口号没用处。认真学，那就是从娃娃开始啊，从幼稚园开始啊。到大学学的时候，那叫半路出家，他没根呐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要办汉学院，办汉学院用意在此地。汉学院一定要附设幼稚园，附设小学、中学，然后让他就升大学。啊，那根呢？根在幼稚园，在小学，这个要重视。叫什么？叫过去私塾里头教的教材。我们先要求老师做到，不是博学多闻，要老师把它做到。像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，老师真正做到了，用他的爱心，用他的智慧去爱小朋友，把小朋友都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女，要这样的感情去教导他。啊，孩子的心很纯很干净，老师的心也纯正，心心相印，把孩子教好。啊，孩子回家永远能孝顺父母，尊敬长辈，我们的教育才成功。啊，孩子教他认字，文字，啊，叫方块字，认字。用什么教材呢？用《说文解字》。啊，把每个字，古人为什么要这样造法？为什么这么写法？为什么要读这个音？啊，很有味道，讲故事，每个字都有故事。那小朋友听的时候，他很欢喜，他就会记得，就认识中国字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叫他念四书？啊，念无量寿经啊，啊，念这个老子啊。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呢、啊。到什么时候？十岁开始念这个。啊，那么他的记忆力好啊，我相信，半年这三部东西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啊，那么再有十年。这都是他光阴最好的时候，老师要教导他专攻一部经，啊，根有了，三个根有了，啊，再深入，啊，深入可以就这三种东西用一部来深入，可以，啊，来帮助他开悟。啊，要讲求中国老祖宗教学的理念，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从10岁到15岁，这时他智慧开了，他理解了。啊，但是还是要着重读诵。啊。读诵的遍数至少要满3000遍，为什么？
他一辈子不会忘记，他会开悟。变数越多越好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无师自通啊！啊，他才能成为圣贤啊！所以中国教育圣贤教育，佛陀的教育也是圣贤教育。佛是圣人，菩萨是仙人，阿罗汉是中国人称为君子。中国跟印度称谓不一样，意思是相同的。啊，所以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佛有福。对这个佛号恭敬，也跟着念，这个人福报更大了。修福方法有84000，第一殊胜无过于念佛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话不是瞎话啊，是真话。我们现在常常想这个想那个，把佛常常忘掉，这个不好啊，这往生没有把握。往生一定要专注，啊，昨天堪布在此地，我是建议的时候，希望堪布给我们大家讲密教讲的前行，大概也是太长了一点，时间不够，啊，他没有讲。啊，前行是什么？主要是讲生死心切。功夫就得力了。我们现在差的就是生死心不切，对这个世界依赖心很重，而且还有名闻利养没放下。啊，身体健康也没放下。啊。对这个身体过分的重视，这个对于修净土求往生是大障碍啊！真正求往生对身体并不重视，但是也不会糟蹋啊，正常的活动就够了啊！每天早晨能够起早起拜一个小时佛啊，念一个小时的佛号。念的时候就绕着绕佛，就是走路是运动嘛。那有这2小时就足够了。啊，如果没有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念佛，就是散步。年岁大的散步好。啊，多运动。啊，把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想了。啊，一心一意求往生。密宗的前行就是这些。那为什么放不下？不，也算是知道了。佛经常说，这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我们还是把假的当作真的。那真的没有在意，极乐世界是真的。天天听，天天讲。但是并没有把它当真，还把现实生活当真，
问题出在这里，我们都没有想想啊，死了以后怎么办？人生老病死，谁也逃不了啊，不必忌讳。死了以后到哪去？如果再搞六道轮回，六道的苦我们今天尝到了，还希望过这苦日子吗？如果不希望的时候，那就认真念佛。印光大师每天他的念佛堂只挂了一个字，挂在佛像后面，四字。啊，这个一个字就是密宗里头所说的谦逊。生死心切，天天看到我。啊，活一天，老老实实念一天佛号，这就对了。这叫真正修净土法门呐！啊，那么这个地方，祖师大德也说，这是日本的净宗祖师念老告诉我们：文明的佛，故能净心之心。那文明不要中断，像海鲜老和尚不能丢失啊，不能把名号丢掉了，失去了念头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接住不能丢失啊，对西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要生敬心。敬心就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底下说啊，清净心，清净心者，无疑之心性也，又无垢之净心也。无垢是没有染污。什么是染污？喜怒哀乐爱物欲是染物，这些东西全放下了，心清净啊，没有怀疑了，这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。只要你得清净心，你念佛的功夫就成片了啊，你会很清楚，时时刻刻心里头有佛号，口里没有念，心里佛号不断，想着阿弥陀佛，念着阿弥陀佛，好啊，啊，下面举胜曼宝库经上卷，这经上说清净心，净者性也，其净心之心又呢不杂烦恼心，叹灭，叹是赞叹，也就是念佛，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烦恼，这个叫净心。把净心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！意念受持，受现受，受是接受了，持呢坚持不放松啊！啊，意者意佛功德。念者呢，念佛名号。啊，想什么？想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怎么想法？
四十八愿就是。四十八愿如果不能想，你就想一愿，想两愿都是的。啊，想一愿，想第十八愿。啊，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啊，那么最好是想善导大师给我们举出来的最真实的五愿。第十二，定成正觉；第十三，光明无量；第十五，寿命无量。啊，第十七，诸佛称赞；第十八，生念必生。这个五愿是四十八愿最重要的五愿。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这一愿第十八，啊，生念必生，啊，这就是想阿弥陀佛的功德，生念必生这个功德是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不共的功德，就是不是共同，只有阿弥陀佛有，其他的没有。这个五愿，其他的四愿，诸佛也都有。啊，唯独这一愿，诸佛没有。这个要知道啊，要坚持啊。下面，一念受持下面。皈依供养，啊，皈依，要真的皈依。我们今天皈依，念念三皈依，有口无心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皈依，身心归向，一直不舍，这叫皈依。啊，身心归是回归，身跟心都不再想六道轮回，都不再想十法界，啊，只想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对极乐世界依报，对阿弥陀佛是正报，我们要一直不舍。啊，我这一生靠什么？就靠的极乐世界，就靠的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想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想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，都是真正皈依。啊，怎么想法都在经上，所以这部经你要念一遍，这都有了。啊，供养玄奘要集里头说，尽财尽行名供，有所摄之名养。下面有注解，念老给我们注解所言财行，指二种供养。第一种呢，财供养，譬如香花、饮食、汤药、财物、头目脑髓。头目脑髓是内财供养。山河大地等等器物是外财供养，身外之物。啊，头目脑髓是自己的身心，这属于财供养。为佛法
为众生离苦得乐，要干呐、啊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就是圆满功德。啊，第二种呢，重要了，法供养。啊，什么是法供养？如说修行，以为供养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发愿求生净土，真信真愿念这句佛号求生，真供养法供养啊！我们自己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，自己天天这样做，老老实实对人诚诚恳恳的，啊，财行也是也要干，发行也干，好啊，这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。啊，如说修行的供养，持戒是供养。我们敬宗同学用什么来持戒？30年前，我们在美国，美国第一个敬宗学院。在圣何西成立的美国净宗学会，会长杨一华，现在会长还是他。啊，他到我们慈济来过，当时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5个科目，净宗同学。一定要遵守，要共修。这5条就是戒律。啊，第一条，敬业三福，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头一条。人天福报啊！啊，第二条是学佛了。前面那个一条是学佛的基础，没有那一条，学佛学不到。啊，所以第二个佛的是从第一个基础上再先提升的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。不犯威仪啊，前面还没有受官仪的，没有皈依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到这个地方呢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这是三宝弟子了啊，在家的，出家的。啊，受三规五戒，八关斋戒，十善业道，在家弟子，学沙弥律仪，比丘菩萨戒，这出家弟子，啊，这个不能缺少的，戒在先。啊，然后第三福，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到读诵大乘的都是自信，劝进行者，这是教化众生。
教化众生要注重，特别在现代的社会，身行言教啊，我们要做给人看啊，不光说，说了没用啊，大家不相信，做出来给人看，真干了 啊，这是第一个空，净业三福啊，不管修学哪个宗哪个派，只要是学佛，都不能离开这个，啊，这个后头经文又说，这是三世诸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净业正因，多重要！我们用这个来做我们的指导、原则、修学的原理，原理、原则抓到了。永远不能够离开啊，不能够偏了，不能够邪了。三福下面就是六合，现在这个社会特别重要，大家不和，整个世界都在搞分裂呀，家庭里面父子分裂，兄弟分裂，社会上朋友分裂，主办分裂，这怎么得了？今天社会乱成一团，没有六合敬啊，所以我们第二个科目六合。第一，见合同解，我们的想法看法一致，那就要学习学圣贤教诲啊，见合同解，戒合同修啊，这些守规矩啊，到一个人家道场要守人家的规矩啊，到人家家里守人家家的规矩，到哪个国家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、风俗习惯，啊，这都属于戒合同修。啊，下面生活同住，啊，生同住在一起，这个同住在一起，古时候道场比现在简单。注重是睡通铺的，不是一个人有疗房的，疗房只有什么执事，他在寺庙里担任着工作啊，像住持、当家师啊、知客啊，这些人他有一个房间啊，轻重没有，轻重所住的是通铺，为什么呢？一中搞中，晚上睡觉要规规矩矩的，不能妨害别人。啊，大家互相监督，总像个样子。啊，没有个人自由，是这样叫同住，才能成就道业。啊，睡在一个房间。所以现在，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。跟寺院里面大家讲这些问题，我们主张一个房间住四个人，四个人是一种啊，就可以摆四张床铺，四个人啊住在一个房间，哎、啊、个个看着个个好啊，不能胡思乱想，不能胡作非为啊，生活同住啊，和现在的世界这个社会啊，物质生活都提升了，不像从前那么苦了啊，从前是四个人睡一张床，现在可以一个房间摆四张床，用这个方法啊，
口合无证，啊，决定没有证论，口是用来念佛的，不是用来批评人的，啊，不是用来说瞎话的，啊，学者拓开心量。不见是坚固。六祖说得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是坚固，世间人过失没看见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好，啊，口业清净，意和同悦，啊，意是念心，心里头没有杂念。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心生什么？生快乐，就是《论语》上第一句话说的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生喜悦，喜悦悦，这个乐是从内往外发的，像泉水一样。他不动往外丢，丢出来什么快乐？啊，真正幸福啊！啊，乐，乐是从外头来，喜悦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啊，那是外面来的。这个悦呢，从内里头生的，真喜欢，法喜充满，这是一和同悦，法喜充满。啊，要用孔子的话呢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他有法喜，长生欢喜。啊，最后一个，利和同群，利是供养，十方供养是平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份。啊，住在这个寺庙里头。他都有份啊，所以是均等的。钱怎么用，都要做节目，节目就是做法啊。今天的钱怎么用法？要向大众啊宣布啊，今天我要用一笔钱，怎么用法？啊，大众都同意了，不说话。就通过了，有不赞成的，有意见的就提出来，然后再讨论，再表决。戒魔就是表决的意思，啊，很平常的事情，说一次就够了，啊，没有人反对就通过了。重要的事情说两遍，说三遍，最重要的说四遍。啊，四遍都没有反对就通过了。这是佛陀给我们制定的规矩啊。啊，这个要重要啊。我们今天对内是想把佛教兴旺起来，把佛教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。能不能？我想能，但是堪布在此住的时间太短，没有长谈。将来有时间再来的时候，我要跟他谈，要把八大宗都兴起来，他的功德就无量了。龙树菩萨是大乘八宗的共祖，八个宗都承认他是祖师。我希望堪布是今天的龙树菩萨啊，他有这个缘分的，现在在
五明佛学院里，我们汉族的学佛的同学，在家出家的，我听说有1000多人，那个环境好啊，戒律的根扎得好啊，守规矩啊，要听经啊，他讲经啊，啊，要听经啊，要学教啊，啊，佛讲啊，听经，研究讨论佛讲啊，这我们古时候老祖宗教的方法，他都用上了。我在台中学经教，就是佛讲啊，听李老师讲经。第二天，我找同样的时间，他讲一个小时，我也讲一个小时；他讲两个小时，我也讲两个小时，把它重复讲一遍，讲给大家听。啊，我复讲的时候，6个同学，我们7个人，好像一个小组一样。啊，深的，很有受用。啊，他那个地方。也就是研究讨论佛讲，跟我们用的方法完全相同啊，着重背诵经论啊，所以同学当中有优秀的，真正发心的啊，我要行贤首宗啊，那就学华严，佛讲华严啊。学天台的就学法华啊，把每个宗主要的经论都有人认真负责，用10年时间把它学透，达成8个宗就行完全啊。他的年岁很好啊，50才出头，好像是54岁，啊，年龄好，我没办法了，我今年90了，只能自顾自了，没办法顾及到别人，啊，所以我说我跟他讲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佛教的希望，啊，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。真正发心，佛菩萨加持，寿命自然延长了，不求也延长了。为什么？佛教需要这个人，佛弟子需要这个人，需要一个善知识，教化。是这个原因。啊，所以寿命短的可以延长。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我的寿命只有45岁。啊，现在延长1倍了。2个45了，那往后呢？我自己是念念想求生净土。如果佛要我延长，我也愿意。啊，多吃一点苦头，只要对佛法有利益。对众生有好处，啊，受苦受难我还能忍，啊，我还能包容，啊，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长处，其他的长处没有啊，啊，一生不怨恨人，不跟人对立。
啊，别人争，我会让；你进，我就退。啊，我不跟人作对。啊，决定不会帮人，只有赞叹。啊，只有欢喜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造作不善是他一时迷惑，那不是他的本性。啊，我们要从本性上看，人心本善，欢喜心就能升起来了，度量就大了，自然就能包容了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相信因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道家讲的，讲的有道理。啊，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相信。啊，行善决定是好事。啊，作恶决定不是好事。啊，不是好事，怎么不干？好事多干，我们就常常能保持住欢喜，就法喜充满，天天高兴，天天欢喜啊。人虽然老了，还是快乐。那一切呢还能够自理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法喜充满，你才做得出来。如果你有烦恼，你有忧虑，你有牵挂，老人衰相就现前，你觉得要有人照顾就不能自理了啊。我还能自理，还不需要人照顾。啊，李老师在世也是很坚强。好像他在95岁都还自己照顾自己，他97岁走的，95岁还照顾自己，接受别人照顾时只有最后年龄。啊，所以称敬二字不离于口，就是本经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之旨宗旨，是主要的。啊，苏超说，莲池大师讲的，往生净土要须有信，千信即千生，1000个往生，万信10000个往生。信佛名字，祝佛即救，祝佛即护。你看这样，这两句重要啊。祝是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的？你信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十方三世所有祝佛都救你，所有祝佛都保护你，啊，都保佑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心常忆佛，口常称佛，称佛就是念佛，身常敬佛，使民深信呐，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。越是有出离心，跟西方就越接近。那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阎浮就是六道轮回。此策法信心，
才是鞭策警策啊，叫我们一定要发真实的信心，最为切要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真干啊！我们这次第四次学习大经可住，比过去是认真的不少啊，也详细多了啊，追根究底，检讨自己啊，改往修来，能够获得真实利益，这不是白讲了啊，每一次所讲的都有真实利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